件正常尺寸带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空间都还蛮足够的哦。它虽然没有弹，但是空间都还足够，胳膊点在右脚，然后跟前膝盖，然后长度的话我一样穿着居然家的小白鞋哦，就是呢161公分，我觉得刚好。小资女生你可以反折这件裤子，我觉得可以一路穿到明年不要收，秋冬可以穿，夏天可以穿，而且它整个中高腰在肚脐眼上的位置，所以腿会非常的长。这款长裤是没有做弹性的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大腿的空间以及小腿的宽松度都很足够，而且我还是有点空间的。对，你可以看到它是有空间的，还是有一点空间。